丑咯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紫狼藕块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做藕吃的时候总是发黑，加点醋就不会了。我听说给爱的人吃藕是一起到老的意思。调料很简单，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截图保存哦。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啦，麻辣脆爽的紫狼藕块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